保有台湾所有权，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美国总统有责任顺万国公法实现台湾的地位正常化。第二，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遵守国际法，包含万国公法、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三，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无使用暴力或武力，促使各种方法，互流亡中华民国结束在台湾的占领。第四，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对中国殖民政权、流亡中华民国政府所推动事务，无要合作，嘛无配合。啊！咱各位同心，咱这些老战友，大家赞，大家好。好。哦，真欢喜看到咱这些老同心哈，有诶真久无看到哈。那么，今仔我要讲诶主题哈，是来小解美国国会哈。那么，因为咱以后大家拢是。咱民政府真重要的干部哈，那么咱嘛爱了解讲美国因个国会安怎运作，好啊，因为我受命吼来兼代这个议长这个职务啊，所以我甲咱美国这个国会来做一个简单的小解哈。来，那么以后咱拢是民政府的执政的官员哦，嘛等于是。公務人員，那麼咱愛有一寡基本的心態，哈，就是講咱愛以公僕的身份來服務咱本土台灣人，哦，這百姓，哦，那麼咱在合法的經營下，咱愛來服務咱台灣的這百姓，哦，本土台灣人所設的公司行號，哦，還是各行各業，哦，咱不是像中華民國這個。殖民政权以来，哦，做一个立法专书，啊，啊，佮用一挂行政命令，甲咱台湾人用这个法令来甲咱束缚，互咱台湾人白卡白手，要做甚物工作，拢作歹推动，哦，包括要清一个甚物案件，哦，哦，伊因啊等啊安尼几啊十粒，啊，一关一关爱等吼，你若一关一关无送钱。你诶申请个案件要通过，我爱拖足久，吼，因拢爱提前来讲，吼，爱提前来讲，吼，啊，所以咱台湾民政府，咱是要咱本土台湾人诶政府，咱是要服务本土台湾人，毋是要服务因中国人，所以咱毋是要像因中国人来咧糟蹋台湾人安尼，吼，即个心态咱爱基本要有即个认识。过来，咱来秉持民主、自由、法治、人权、哈、公平、正义、关怀弱势、永续经营台湾的这个精神，哦，咱以后囝仔孙孙拢要带台湾徛起，所以咱唔学中国这个殖民政权来，叫咱台湾人爱拼经济、拼经济，纳税金、纳税金、纳税给因乱开，哦，所以。咱卖学因中国人来，干那要引进一挂讲会趁钱的，哦，遐重工业、高污染的这个石化业，吼，还是这个钢铁这个高耗能的这，你看人因澳洲这个国家遐尼大地，哦，台湾的几啊百倍，吼，啊人口跟咱差不多呢，但是你看因澳洲有真先进的这个。石化哈，塑胶工业这个专利技术，但是因不爱在澳洲遐设工厂，因把这专利授权予台湾的石化工业、塑胶、射出工业这人去台湾人去生产，啊，打因澳洲的因的厂商的马股，啊，咧销全世界，啊，咱台湾人敢那赚着一挂台钢的钱，啊，附加价值拢澳洲。因这厂商谈，结果污染流入咱台湾，哦，所以想呐，咱台湾最近这个曲波林哈，伊从
空中鸟瞰台湾这个影片，哦，看到咱今仔台湾因咧千疮百孔啊！哦，平常时咱无为空中看，咱唔知啊。已经许中华民国这个政府未晓治理，干那要引进一寡讲只要会趁钱好啊，啊污染无要紧，啊这块土地是咱子子孙孙要带咱徛起的，吼、哦！人澳洲因有迄、那个。角色就是讲，因不爱污染因家己遐块土地，吼、哦，啊，受关乎中华民国管理的这个台湾人来咧生产，污染拢留伫咱台湾。咱等于是咧出卖环境权，吼、哦，出卖家己，啊来赚一寡工钱啊，这划不来。咱以后爱开足侪钱的防治污染，吼、哦，诶，这个钱较有法，搞不爱几百年较有法都恢复台湾，吼、哦。一个生机的对吧？好，过来进入主题哈，来介绍美国国会。啊，伫要讲真，我来讲一个故事，就讲，咱若要做执政官员，咱来做甲，互人会怀念，吼、哦，像陈定南安尼，吼、哦。那么，你也想，即马这个马英九，大概是，会知讲。即马美马英九煞敢那一个流行呐，吼、哦！我来讲一个故事。美马英九伊就做个 long stay， 吼、哦，啊去咱一个养猪户引导去住，吼、哦！啊透早即马就主人就引出伊要去参观伊个养猪场，对个，吼、哦！啊马英九就请伊讲，啊你坐头前，甲咱带，甲咱介绍，啊养猪较袂晓讲话也较直啊。伊讲讲，无啦，总统你行头前啦，我惯势行伫迄精神后壁啦。因伊拢爱赶猪赶鸭吼，啊赶鸡啊只。啊，即马到中昼就办一块，就请马英九。啊，有一个菜叫做炖鸡嘛，哦，控甲烂烂。啊，马英九就硬硬就鸡脚，哇，因中国人拢做啊工作水亏，哇，这个凤爪好，凤爪。就硬伫个拍啦，啊！即马佫另外一支就硬落尾哦，硬哦，即个主人，这个凤爪很好，嗯，主人要多吃。主人就要动哦，哦，包括总统，阮无咧食鸡脚，阮拢留互狗食。哎，伊阮拢饲狗啊，伊讲阮拢无咧食鸡脚，阮拢留互狗食。哎，所以你得做假，互人会娱乐，唔好像这互人拢安尼用。讽刺的那个骂这个马英九了哈，好，啊美国哈，这个是美国国会大厦，真侪人拢会把这个当作白宫，唔是哈，这是美国国会大厦，啊，这一边是因咧众议院咧开会所在，另外一边就是参议院咧开会所在，哈，啊，这个是因来这里开会进行。那么美国的国会。伊就分做两院制，吼、哦，一个参议院，一个众议院，吼、哦。啊，联邦的参议院伊是代表州，吼、哦，伊是每一州会当选两个，吼、哦。啊，五十州拢总一百个，那么伊的任期六年，但是每两年拢来改选伊其中的三分之一，吼、哦，差不多33个，哎，这个参议员来定选，那么。参议长是总统继任的第二顺位人选哈。啊，另外也讲是安那两年爱改选三分之一，这里有一个好处就是讲，每两年都有上新的民意搁入来，吼、哦，新的议员入来。啊，那么原底另外，这阵子爱六年，另外遐三分之一变主亲的，这主亲的一定引出带领这新加入的这新的这三分之一的议员。来教因安怎替美国立法哈，即、哦、有学长制的味道哈、哦，学长带学弟的意思哈、哦，有这个好处。那么联邦的众议院，伊是代表人民哈，伊、哦、这以人口数来算啦哈、哦。那么众议长是总统继位第三顺位，那么联邦参议院的。议员拢总的总数法定是规定会当选435个哈，啊，这是以每一州的人口来算啊，像阿拉斯加，这州都人足少的，伊会当选3席尔。
但是呢，加利福尼亚哈，加州哦，这州这州的人就真多，伊会当选五十几席哈，看伊人口的增长哈。但是伊这个任期干那两年了，终于两年了，每两年这435个拢总爱定选，全部重选。哎啊，这个跟顶管这无共，那任期遐短。哎，讲两年了，干那选着开始就任。迄工，迄头一年拄仔咧学安怎学立法呢？啊，后一年就烦恼讲要阁无用来白条啊卡来准备要阁选连任，啊，哪有迄心情好好咧立法？但是美国因另外一个看法，吼、哦，就是讲你选着就任迄工开始，即两年你着好好甲我立法，认真甲我立法，吼、哦，卖去像中华民国体制下。在立法委员选到，嘛是开始还在走红白帖、婚丧喜庆，拢爱走到搞，吼、哦！啊，这是毋是足浪费你做立法委员的功能？你是开遐侪钱，就是要替国家立一个好的法，是安怎？你着爱去白条啊，走婚丧喜庆、红白帖，哦，这浪费人才嘛，吼、哦！美国就是讲，你就任就好啊，搞啊！做代志，搞立法，唔免去招遐婚丧喜庆。你若做了好立法，诶，水准有关，老百姓有看咧，哈、哦，自然你连任就没有问题，哈、哦 okay。那么美国国会是民主的象征，哈、哦。那么美国以三权分立，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而且国会是三权之首，立法爱排伫上头前，哈、哦，就是。立法了，国会立法了，较好行政部门去依法行政。哦，那么你若做不好，后壁有一个司法单位，哦，你若做不好贪赃枉法，伊就甲你起诉，甲你判刑。哦，这有这个三权分立有这个好处。哈、哦，那么中华民国体制下，民众爱甲行政部门摆伫头前，拢讲行政、立法、司法。哦，这是错误。爱有先有法，行政部门才会当依法行政哈、OK。好，那么国会的众议院哈，有20个永久常设性的委员会哈、哦。那么伊本身就有立法权哈、哦。那么咱来看对规诶，顶十个就是农业委员会啊，啊个拨款、军事预算、劳工甲教育、能源甲商务啊、哦、金融服务。政府改革，哦，你看，这有一个政府改革委员会，哦，就是讲，因国会随时拢咧监督这个行政部门，这个、政府，哦，对了有缺失，哦，爱提出新的立法，哈、哦，有这个改革委员会，过来有一个国土安全部，哦、啊，这个国土安全委员会，哈、哦，啊，那行，伊本身众议院有一个行政委员会，哈、哦，嘛是咧改革伊本身的，哈、哦，众议院的这个。单位，过来国际关系委员会、司法、资源、规则、科学、小企业，搁一个官方行动准则的委员会。哦，你看这点，伊嘛替这个官方，你对外，吼、哦，那拄着什么代志，应该安怎处理，有一个标准作业程序，这个 SOP 哈、哦。过来，文书甲基础设施。天安军人甲筹款委员会啊，拢聚集在个，这个常设性的哈，啊，其他还有8个非常设性的委员会哈，还有我都无写出来。过来，国会主要的权力，主要就是立法权，啊、这立法权内底包含列举权啊，甲禁那个禁止权啊，因为美国国会所通过的法律基本上是大原则性的哈、啊，那么其他的细则。是由行政部门、行政机关允许拟定计划，甲伊个施行的细则。啊，啊，咱即摆你来看啊，列举权有对几项？所谓列举权，就是讲依照联邦的宪法和国会的权利。啊，伊个第一条第八款讲，这内底有30几条嘞啦，哈，30几款啊，我提几个出来讲啦，哈。国会有权规定。并征收税金、关税、甲其他的税负，以偿付国体
并为合众国的共同防御，这就是国防啊，甲全民的福利。过来铸造货币，甲调节伊的价值，并制定度量衡的标准。啊，过来设立邮政局，甲建造驿站，因为这伫两百几当前因这个宪法哈，都设立的时都。对，迄阵拢还阁无啥物铁路啦，无啥物哈，所以连国会都在编预算咧起邮政局甲建造驿站。因为迄阵邮政局等于算通讯的一个方式哈，写批寄批哈。过来为促进科学甲实用的技术的进步，所以对作家甲发明家的著作甲发明，予因一定期限的专利的保障。哦，这条我是来作佩服的。哦，两百三十几年前，因遐开国的先贤都有迄款地位，爱保护，就迄阵都有智慧财产权的观念嘛。哦，咱台湾的智慧财产权差不多伫三十年前才开始有的。哈、哦，哦，你甲看，这啊，这嘛是美国会遐强的原因之一。哈、哦，好，过来募集甲维持陆军，配备甲保持海军。制定有关的管理和控制陆海军队的条例，因为这真早两百几年前，迄阵也无啥物飞行机，所以也无空军哈、哦。所以军队的募集和维持是美国国会咧处理的，伊要编预算，维持陆军你要发薪水呀，配备哈、哦，你爱好有好的武器啊、军机啊，哈、哦。啊，这拢要开钱哈、啊！包括制定召集民兵的条例，以执行联邦的法律，镇压叛乱，甲击退侵略，哈、啊，这拢美国国会爱管的哈、啊。这伊的权利啦哈、啊，有宪法有列举这权利予伊。过来，禁止权，哈、啊，就是讲联邦的宪法有规定。你这个权你袂使实施哈，袂使通过哈。伊的第九条嘛，第一条第九款，人身保护令不得停止哈，剥夺公权甲溯及既往的法令袂使通过。为各州输出的货物袂使扣税哈，这禁止通过这个法律哈。啊，这拢我提几样啊出来讲呢哈。过来，国会立法的程序，第一爱唯有。参众两院的议员提出法案来，啊，送予所属的议员，吼，比如你来为众院，你来送予众院的工作人员，去甲立案编号，甲个标题阁标起哩，吼，即算是一读，哈。过来，爱送予相应适当委员会，我头拄仔讲迄二十个常设委员会，以外阁有百几个，看对一个较适当，吼，送予因的小组去举办公听会。啊，这个法人差不多伫遮了，基本定生死伫遮。那无通过伫遐，因的小组无通过的会案啊，这个案件就到这结束啊。啊，那有审议通过，就爱阁上去。哦，那这多数委员会先员有赞成，就爱上交专院吼，这种众院的全院会议，还有伊啊审查。哦，好，啊那迄阵就是干呐，由工作人员。一句一句来弄读法案，哦，这就算二读的会议。过来，全院的审议，就干那朗读标题，并投票表决。你这样来通过，就三读会议通过啊。啊，这个三读会议哦通过了，就还阁尚有另外一个议院表决通过啊。那为众议院上出来通过了，还阁尚有参议院另外这个议院表决通过。啊，那参众议院这两个议拢审议通过的法案，都要上由总统签署啊、哦。那么总统呐签署，也就变作一个正式的法律哈、哦。但是呐，总统启动否决权或国权，安尼就要个上等于看为对一个议院提出来，那众议院提出来，伊就要个上提交众议院，但是有条件。你总统是反对其中的对一个条文，哈、哦，
你要注明，你对一个词句你有意见，好，你要加注说明，才会当提起张灯的呼应。参众议员，哈，好，但是呢，参众议员同意票佮超过三分之二以上，啊，那么这个法案佮再度通过，这就推翻总统的否决权，这个法案成立，变作法律，哈。所以你看，因互相有制衡、有牵制的这个功能，哈。你国会你凊彩通过的法案，要叫我行政部门，但是我总统。我若看这对美国有伤害，我会当启动否决权。但是你启动否决权了，伊就阁用一个呐，参众院超过三分之一的票数同意，就阁把你的否决权反否决掉哈。好，那么美国国会有非立法之权，阁分有六类：有选举权、行政权、管理监督权、制定权、调查权、司法权。咱来看卖哈，好选举权就是讲，伫美国总统大选中间，若无人得到过半数的选举人票，那么就由联邦的众议院来选总统。但是迄个时阵，每一州敢若有一票的代表票呢？好，那么参议院来选出副总统。好，那么这个，因这美国是用选举人这个制度，好，每一州拢无同。但这个选举人票到底有几票？就是以参议院的议员的票数加上众议院的一百票，嘛，哦，参议院的一百票了哈，伊能每一州两票嘛，哈，啊，五十州都一百票，加上众议员435，加起来拄啊535，好，但是目前是规定是538票了，啊，这偶数啦，那么偶数真有可能就是。万一的变票，但是两百几年来也唔捌发生变票啦哈。好，过来行政权，美国总统所委派高级官员，好，譬如讲最近换的联邦准备理事会这个主席，今嘛查某叫做耶伦了吧？要任命这个，得爱过美国国会，因为参众议院通过哈，才会当去就任哈。那么美国的这个行政机关看。其他国家签条约，嘛爱把这条文送登来，予美国的国会批准，才会当正式生效。哈，啊，这就是这个国会行政权。过来，管理监督权，美国国会有权增加，还是减少，还是合并，还是创新一个新的行政机构，并增减预算。行政机关爱定期向国会报告。并接受质询，哈，这是一个质询权，哈，啊，弹劾权、否决权拢伫内底，哈。那么这个创新行政机构，伊即马上新的创新一个行政机构叫做美国国土安全部，啊，这就是因为911事件，哈，恐怖事件了，伫2003年，因新上新的成立的一个机构，哈。过来。美国国会有权制定甲修改宪法，哈。那么修宪的程序，得爱伫参众议院三分之二以上席次赞成并提案，也是由全国三分之二的州以上赞成，哦，三分之二的州差不多爱38州，哦，赞成，就一定召开修宪会议，通过了，爱这个那法案通过，爱阁经过。四分之三的州来批准这个修宪的案，才会将成立。所以你看，州跟联邦的国会嘛有伊爱州四分之三批准，好，啊，这算州有州的权利，伊嘛会当制衡中央的对啊，哈，唔是讲你修宪通过上来，我就爱照照单全收，唔是哈。过来调查权，好。美国国会为了立法甲监督，为了依所立的法，爱予来这个政府来依法行政，但是伊要来监督这個政府是毋是有真正照伊所立的法来咧运作咧实施，吼，所以伊爱有这个成立这个专门机构，若有错误的措施的是，伊要
成立调查这个委员会来调查政府偏差的行为这个权利哈。啊，靠名啊，调查委员会有这几个，我前个调查委员会哦，尼克森水门案、伊朗军售案、挑战者太空梭爆炸案、克林顿丑闻案。哦，我来讲这个越战调查委员会的种，当初南北越战争哦，啊，以支援南越。那么是安怎？迄个当时，你美国是全世界上强的国家，武器上先进，部队训练上精良，哦，啊，你用 B-52 轰炸机去轰炸北越，所投弹所谓投弹量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伫欧洲所牵落只炸弹佫较侪，安尼拍输迄个拿 AK-47 的这个三流的北越这个国家，哦。啊！你搞我开遐侪钱，啊，死遐侪美国大兵，啊，佮战书佮撤退，哦，啊，这是问题出伫底，所以因组成这个调查委员会来调查这个问题。过来，尼克森水门这个较知影这头录音哈。过来，伊朗军售案，这个伊朗较早是原来一个国王哈，啊，拢因这个拢亲美，哦，所以甲美国买足侪无人机武器哈。但是因迄个伊斯兰激进派在啥物，伊在哈勒维迄个科梅尼，因在教派甲推翻嘛，吼，啊流亡伫外口。啊，伊朗伊个跟隔壁这个国家伊拉克煞发生两伊战争，啊，结果因为伊买拢美式装备，啊，美国因为跟等于跟伊朗断交，因为啊美国人做者迄个。回教激进派组织哈，像巴勒斯坦，因家恐怖主义的，甲掠去做人质。啊，美国为了要救这些人质，伊透过第三国去跟伊朗，因为伊朗伊欠这飞机的零件，所以伊的飞机妥善率作歹，所以规个伊朗的制空权去予伊拉克摕去，不止去予伊拉克飞机来轰炸，啊，伊飞机无几只会当去哩跟伊战呢，所以足欠这武器。所以美国透过第三国去跟伊协商，讲我阁卖你武器，吼、哦，啊你甲遐人质，你替我，吼、哦，甲我去安搭遐恐怖主义遐绑架人质，遮甲遐人质绑出来。啊，因为这是违反美国国会武器禁运的这个法案，哦，这等于背叛美国的国家政策，啊，所以用地价甲挖出来了，啊，所以美国国会。成立这个伊朗军售案的这个调查委员会，是安怎咱跟这个国家已经敌对啊？你搁卖伊武器吼，卖伊零件。啊，过来挑战者太空梭爆炸案就是讲，是安怎？美国你所有的上好的科学家吼，啊用上好的设备啊所做的太空梭，那飞起哩，无几分钟就崩掉。我、你搞开价侪钱，啊结果出价大的纰漏啊。慢咧调查这个案件，哦，好，过来，司法权，哦，美国国会弹劾权就含有司法性质，而且总统所任命的联邦大法官，嘛爱参议院同意认可，哦，开当就任，啊、哦，过来，干那众议院伊才有资格提出弹劾案的这个权利，但是嘛干那参议院才有审判一切弹劾权。哦，为众院啊，上台谈了些，是参议院的审判啊。啊，这是司法权。那么，咱来看讲，像那美国建国较238年，那会人民变作全世界超级大强国，赢过中国这个3000几年，还是埃及这个文明古国？哦，这拢几啊千年，啊，输人这美国238年。啊，那么咱这几年哦，这五年外，哇，迄个通牌马英九在甲咱通知，啊，咱各位你这五年来薪水有增加加少？我看卖呢，我拢全部哦，啊，减少加少？我看卖，哦，较侪拢减少哈，啊，无加少差不多维持平平啦哈，较平了平无落来安尼啦，啊，这有原因咩啦哈？我来讲一个故事，就是讲。在美国，因咧开一个
外科医学国际研讨会。那么，下晡时啊，下午喝下午茶时间，有三医生伫走廊咧开讲，一个日本的，一个美国啊，一个台湾啊。这个日本的医生就臭蛋讲，阮十年前吼，阮有一个囡仔伫月台火车要来进行落落，啊，伊火车到过，双手拢到甲脆脆脆。阮用纤维手术，甲修理，甲接倒转去吼。啊，这个囡仔迄阵拄啊五岁，啊，十年后，伊去参加世界钢琴比赛，哦，得冠军嘞。哦，啊，即马就换美国这个起来臭屁讲。嗯，人阮十年前，阮嘛有一个十岁少年囡仔，车祸，脚弄断去，爱需要截肢，阮用鸵鸟的脚甲移植起哩吼，伊伫奥运比赛吼嘛得冠军嘞。哦，啊，这大家做够屁，啊，即马大家咧听。要听台湾这个看伊安怎配，叫台湾这讲，哇，迄哪有啥？阮二十年前，阮有一个四十岁中壮年吼，嘛是超好，头壳弄破的，然后接拢喷出来。阮用一只低矮的低脑，甲移植入去，人今嘛迄个伫台湾咧做总统。哦，啊，这就咱今仔台湾经济吼安尼，啊，伊今仔佫闹一个笑话呢。伊讲，为纽西兰有进口足侪迄个鹿茸吼，啊，鹿茸就是鹿啊耳啊内底迄毛啊，哇，夭寿吼！啊，这是，若有去选选学院吼，2012年有选学院吼，会当去弄白啊。哦，竟然会选出这款嘞，鹿茸就是鹿角还袂定义进前软软迄。叫做鹿茸，伊讲鹿茸就是耳仔内底，鹿啊耳仔内底毛，吼、哦，啊看会可怜无？来，咱来看美国是安怎接种，就是美国人先识做代志，吼、哦，一步一开，吼、哦。那么，这个诚实，你美国人较有信用嘛，吼、哦。因的圣经，你看，因美国人吼，那总统就任，你拢爱手握。按圣经啊，也就咧宣誓。圣经内底上重要嘛是讲爱诚实哈、哦，所以你若无诚实，你这個人就无信用，好、哦，你伫美国要徛起就较困难。好，大部分美国人信基督教，遵守伊个教义，咱来看伊个教义啥，信实、公义、博爱、盼望哈。啊，信实就他所讲啊，有信用，伊所做出来物件，哦，拢做实际，未偷工减料。公益就是讲，伊只讲好去看其他国家哪有人权受损害，伊就要啊看安尼讲，或者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就派部队要出去共修理啊哈。无爱，哈、哦，所有的捐款吼，然后天灾地变，拢是美国捐款捐上济，包括捐予遐非政府组织的这 NGO 的捐款嘛，是美国人捐上济。有一点我足佩服的。美国人咧出来认养遐个囡仔吼，伊家己毋是未生吼嘛，家己生过来，但是伊出来认养，全家己拢去认养迄有缺陷的、有畸形儿的、欠脚欠手的，即咱台湾人家己学袂起来。台湾人若要甲认养遐囡仔吼，都要经迄个好脚好手、健康、白白胖胖的，吼、哦。啊，另外咱一步，咱真正步在这方面上属于。过来盼望就是讲，因对将来拢真有希望。吼，人人平等，只要你打拼，总是有出头天的机会。无像咱即马台湾的，大学毕业生22K，吼，我敢若家己开得无够，哪有可能去买厝？所以即马囡仔拢是月光族啊，买厝无可能啊，开开条都遵守。过来崇尚自由平等，这基本的吼，因有一部简明扼要的宪法，吼，啊一部宪法。都写好是七条呢，七条人就伫你美国，伫你较好势好势变中国。中华民国迄本，美国中华民国迄落遐大本，伫你较伫你落落吼。啊，美国的宪法基本精神哦，保护个人的权利，限制政府的权力，
不要让你政府太大，不要大有为的政府，如何如何，效率如何如何要紧，你组织庞大，这个机遇庞不上会走，速度会很慢。三权分立，联邦的体制，宪法之上所有的违反宪法都无效。联邦体制因一个五十个州等于五十个国家所加做加来成立一个联邦的政府，人人平等，只要你打拼都有机会，无论你查甫查某、少年还是老的，还是什么种族、什么肤色都无要紧。在美国，因就是大家机会平等，所以最近一个乌克兰的少年啊，伊迄个发 APP， 有收购的金额是190亿美金，哇，差不多代表要6000亿，这真正天文数字哈。因真正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咱来看，遐无要起立鼓掌的人，值得咱台湾人来学习，这两组人都无徛起，到底是什么款的人物？咱来看嘛，这奥巴马咧做总统咧演讲咧，因两个人拢徛起拍膊啊，因拢点点，这个就是因是美国参谋联席会议的这个成员，因是军人，因无要鼓掌，嘛无要干政，除了有关军队的事，你看，大家拢袂笑，面啊拢变变，加上奥巴马欠伊钱，过来，另外这组人，这是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大法官是袂就演说中的任何内容，来鼓掌，因为因代表国家权力的另外一面，司法公正，这种大法官，别人拢徛起拍膊啊，都因拢无徛起，好啊。这个我今天到几点？30分到了吗？好，好，安尼今仔我时间到，我暂时广告遮，多谢各位，谢谢。